四个子米，四个子鼠，五个芝士，花生碎。上学啊，在马路边啊，看见一个梅花糕，看看老板怎么做的。看见了吗？有红豆的、紫薯的、紫米的，还有芝士的。哎，啊，这样，还得再轮一下，这好像轮大锤一样啊，转圈站的站满了。均匀，搅拌均匀。看看它底火啊，不是拿火烧的，是铁板隔热。哎，现在放上边。这是看看火。啊，这是放的什么呀？巧克力，里边这个是巧克力。看着有食欲。这个黄色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芝士红薯馅，就是巧克力和红薯。啊，这个是豆沙吗？红豆沙。哦，这个是红豆沙。哎，一台三个，一台四个，一台五个，一台四个，一台三个。大家数数，这是一锅出多少个？有实数的，我上过学的，我是没上过学啊，我不知道这多少个。算的应该是二十个啊。这个是啥馅的？紫薯的。紫薯的，紫薯的也四块钱一个是吧？对，这光芝士的六块。啊，芝士的六块。芝士红薯的六块。芝士红薯六块啊，里边有巧克力，这个贵啊。那最后这一排是啥馅儿？紫米。紫米呢，看的啊特别有食欲。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，在评论里边给我打出来。四个紫米，四个紫薯，五个芝士。红薯的，还有红豆的是六个啊，一共二十个，一锅出二十个。要是忙不过来的话，会用那边那个啊，就能出四十个了。这两个，下边再盖一层，糯米，是吧？这力气活啊，就把这个大锅直接扛起来了，扛起大锅来，上边来料了，再放点。这是我们沧州的小枣吧？这是新疆的芜湖灰枣。哦，芜湖的枣。嗯、对，有核的它光可以哈。硬块的，有硬块的。这是这个我认识啊，这个是葡萄干。上边撒花生碎。看看啊，什么叫色香味啊？我现在让大家看色能看见了啊，我自己能闻到味儿。我也能闻到香，哎呀，这个是啥原料的小熊？糯米小圆糯米元宵。哎，对，糯米小元宵，啊，我们沧州话叫糯米小元宵。这个红色的看着开胃，这是啥？这是蔓越莓。蔓越莓。啊。那最后这一下啊，放点青红丝。特别到位，看见没？喷点水，为啥要喷点水呢？这上面那个小蛙子比较干，啊，会喂的方式呢，不好喂的叫它放下来，更好吃一点，色泽也好看，吃也好吃。哎，调着筋道一点吧。这一锅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十多分钟吧，十多分钟。哎，我看这有个小沙漏，这个小沙漏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就是时间，就是沙漏漏完了之后就可以熟了，出锅。看到没？这个是高科技啊，采用上高科技了。这锅啊，刚漏到这么多，还没漏完了，还有很多了，就得等会儿，十多分钟。对，撒点秘制的小料，这是糖吗？白糖，砂糖。再喷点水，要不瞧在上面串的话不好吃。然后所以说要喷水。再给大家看看这些小料，看一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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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熟了，出锅了。哎，我感觉老板手里拿的这个
宫似的，是吧？看着这么眼熟呢，但在哪见过一眼？你没有看见过，只能在评论里边告诉我。啊，这个一扎，哎，把你一靠。已支付收款十元。是，这是一个通道。啊，这个是我的是吧？哎，老铁们，咱们尝尝啊，色香味俱全，红的、绿的，还有小圆香，完事儿梅花状的，看着很有食欲啊。来，咱们尝尝啊。好，烫嘴，哎哎哎。